怎么会变这样子？来啦，特斯拉还是最厉害的啦！我旁边那台是什么车那么快？240几极限了，260几，265，270，270。哎 ，B 三声就开始啊！你们都没听到 B 三声啊？好，再一次，刚好百天了，我们再比一次。哎，都起。太气啊啦！好不耐撞哦。你要帮我修，谢了。不要给你修车包、哦。我有啊，我有。哦。啊靠！要修哦。喂，你是？谁死的？我笑人家那么讨厌。靠背。你是在乱哦？看。没有哎、欸。好，潘小，我去医院接你。啊，我的车还会在这边吗？不用不用，我帮你开去。啊，给我5000块。难道我的命只值5000块吗？最少要给50万吧。给他100万。哎，我可以买房子了，我啊，谢谢谢谢。送你吃的。哎，才5万，你还炒45万。嘿嘿，又有钱了。500万太多了啦。好啦，去把你车修好吧。哎，没事，离开这里，不要全部都待在这里。警察讲话，警察讲话。哎，那台我的。对啊，哥，这是你的。谢谢。哎，哇。门就掉了。好，赶快离开。先修车啦。警察，不好意思。走了。慢慢开啊，警察来了。我不可以这样子做坏事。你看警察在后面，我等一下被啊，糟糕了！看他闯红灯被抓了。我就说嘛，要守法嘛，对不对？还没带这台去观光哎、欸。等红灯顺便看一下，看他犯了什么罪。哇，特警呢？你们看，这就是特警啊，真的很难遇到。缺点就是都起。刚刚给了，我觉得真的很难，就是说哦，大家都买一样的车，然后开在一起车距这样子，我觉得这样真的就很帅。旁边有一台一样的，好啦，来洗个车吧。我原来他那个后面尾翼也会灯哎，看里面啊，给你看。对啊，我一会升呢。洗车大联盟。哦，这台不是那个什么战兵那个台吗？洗车。哦，我最爱洗车，我觉得洗车超有那个 feel 的。排队啊，插队哦。对啊，我们都有排队。连警车也来洗了。你不觉得插这个前面看起来有点像是有打马赛克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要洗了，洗一波。洗车大车队。Model X， 没有错。你知道为什么会没有挂车牌吗？在美国、哦、不一定双边都会挂车牌了。我那时候去美国，我就问那些人，洗完舒舒服服了。等一下机场见，再尬一波。我那台怎么不见啦、啊？那我可能在那个嗨，小姐。对，接你去快乐场。啊，你是詹姆斯哦。对啊，我这个角色是只是做外挂而已。哦，哇，定价呢？好，各位，那我现在先去扣押场，然后等一下把台车放在边边，詹姆斯再去回收。好了，各位来，我来把我的 SVJ 领出来。那、我的车在哪里啊？如果有的下面会显示你的车。哦，那所以我要再回车库看看了。对，那这样车接你了。好。那个是 Model 3。好吧，那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吧。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Model 3感觉开起来比较轻呢，而且他们都是全景的哦，这个真的很棒哦。对啊，很可爱哦，也是很快呢。好、抱歉，被抓。有，请下车。靠，我要被抓了。借我看个身份证啊。好的。靠，要被发现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Play game。对呀呀呀。你有汽车驾照，那我对你开张罚单啊！好的，这是啥办法？还是什么？各位千万不要学。帮我到超商缴费。好的，我待会就去缴。有6块手续费啊！好。好，小心啊！那我可以走了哦。可以。好，谢谢。被抓。请你不要烧胎啊 ！Model 3的内装感觉比 Model X 还好看哎、欸。
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旁边停，旁边停，来旁边停车。哎、欸，他们也都蛮严格的呢，吼。没戴安全帽又闯红灯。这个我跟你讲，你这个要回转哦，你也要照着这个路线回转，对不对？要回转嘛，这样才 RP 啊。谢了谢了。别啊，我的 SVJ 还是不见了。啊，这还是什么车？啊，怎么是这台？我 SVJ 不见了、欸。这是我之前那台、欸。SVJ 洗白了。阿姐，不然我给全你洗白过吧，有可能。哦，洗白了。洗白了，洗白了。哦，那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就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哇，有洗白哦，我不晓得哎、欸。我的 SVJ 不见了。那最后再尬一波吧，特斯拉不错啊，特斯拉好开呢、欸。刚刚那个改装后还没比完，还是很快，还是很快。哎、啊，又晚上了，可恶。一圈了。对，我们比一圈。就绕大圈的，就是最后会从后面回来，然后停在这边，看谁最快。一、二、三，哇，输了！玛莎拉蒂 SP 快，哎，你看他尾翼升起来了，很像小赛车一样，哎，输了。啊！没坏，继续开。小心点，小心点。没坏，继续开。有人的坏了，哇，苏琪啊，这个算好看了，好看了。这时候你就要这样子。呼呼，哎、欸，哇，GG了，是不是？你不觉得这样开车很帅吗？你就觉得这样开车很帅，很像飞机。我再修一次看看会不会真的会碰撞。啊，我们这次比不是比速度快，我们比谁的隐形盖先飞走。准备了 ，3、2、1，Go！ 哇！哎、欸，我的没有坏哎，他们的都坏了，好像是玛莎拉蒂的坏掉，是不是？我的居然没有坏，你的也掉了吧？哈、啊，你的也掉了。我掉后面，哎、欸、啊，好、哦，蓝宝坚，你前面开不起来哈、哦。啊，我们去右边那边拍个照。啊靠，要拍呀，拍起啊！怎么会变这样子？我靠！开车很厉害耶、欸，帅吧？哎、欸，刚刚很厉害呢、欸，特技呢？哎、欸，你出镜啊，那个最左边的、啊。哦，王马克。来喽，一、二、三、七，谢谢。啊，把车子拿回去放吧，拜拜。五元叫过来。OK， 各位，那帝国呢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结束了。那起码呢，我们有当了交通警察。有买了特斯拉，所以还有一些目标没有完成啊，不过没关系，如果以后还有其他比较有特色的 RP， 我们再去加入看看，看可不可以再完成这个不同的角色扮演。天下无不散之宴席嘛，总是有一天会官服的，大家有这个认知啊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做这个抽奖的部分。那这个其实是20万订阅回馈，就那时候就说要抽奖，只是拖到现在，因为卡在说有做衣服嘛，还有一些游乐器的问题。那我们这次要抽的呢，两台 Switch Lite。那我们一台呢会抽干爹们，Twitch 的订阅者 ，YouTube 的加入会员的部分，我们会抽一台在那个群组里面抽。那如果你是本身有订阅或是有加入会员的，你还没进 Discord 群的，记得私讯我的粉专，我会再把你拉进来。如果你已经目前就没有持续订阅或加会员的，我们就不算在抽奖的名单里面。毕竟持续加入还有订阅的会员的干爹们呢。还是有一定的贡献嘛，所以我们会以他们为主来抽。那另外一台呢，是我们要抽给观众。我们除了抽 Switch Lite 的话，还会抽这个衣服，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一件。我们会抽两件，给观众抽的名额就是两件衣服，还有一台 Switch Lite。那怎么抽奖呢？只要在这个影片的下方留言阿杰订阅回馈抽奖八个字，阿杰订阅回馈抽奖。八个字，我就会随机抽出这三名。那另外有一个弹珠哦，像这个，因为本身是有电池的，所以这个没办法寄国外。所以如果你是国外的得奖者的话，我等于是送一件衣服，就是没办法送你 Switch Lite， 所以我就送衣服给你们这样子。希望国外的观众朋友就是包含一下，因为电池的部分比较没办法保证可以寄这样哈。所以如果是国外的，我们就会把 Switch Lite 换成衣服。所以请大家多多见谅。那如果是台湾的，基本上是没问题的，好不好 ？OK，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
订阅回馈的部分，抽奖的部分，那也非常感谢大家持续的支持啊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的做好影片，希望你们持续的追踪我，支持我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下次再会了，大家拜拜。